啊，你赚的薪水分我一半。那真的没多少。没有哈。等他薪水赚一半，那你就不要赚，就不用分他了。宇月，你不要，宇月，你不要每次都动这种小聪明，好不好？你也不要因为自己不想走到五楼去买一台洗衣机，然后到时候被他们洗坏，你回来就会再上来啊。你这个好啦，那哎。刚刚是不是来准备啊？杰克，你这个小调皮，把你踢出去哦！我喜欢，我喜欢闪一下嘛。踢他，我的眼睛真的不行。他以为他做那个宣传的那个了不起的，就没有。不是不是，我跟你讲，他一定是翅膀硬了。没有，硬了哇！你一定要跟我讲，我突然忘记了。好，哪一句？杰克那句名言啊，高招吧，高招吧。想不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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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好啦，我们今天 Amigo 要来玩很有点久没玩的小游戏派对，然后今天呢有新新加入的吧？对，哲平没玩过嘛，对不对？对，所以呢，我们每一个新人加入哦，他就是新人啊！啊，打开第一本书哦。我是新加入的团员，我叫做哲平。没有团员啊，什么团员？感谢团员吧，感谢团长团团的那个恃才爱用，什么鬼啦？恃才爱用是什么？我听不懂啊。哎，所以他自己要玩吗？有了，他自己没宰好，他没宰好，不要催他。给下载，对，好。好，那先讲这个游戏。这个游戏会分为，简单讲就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屠龙者，一个是被屠龙的龙者。龙者，什么东西？屠龙者的人啊，屠龙者跟那一条龙，对，跟那条龙。然后呢，他的屠龙不是用刀，他的屠龙方式是你要去点龙背后的那颗大大的蓝色按钮。你点到龙，只要被点到蓝色按钮，那只龙就死了，然后屠龙的人就赢了，是这样。然后龙可以用一些招数驱赶那些屠龙者。对，然后呢，他的招式都好像会写在画面的某个地方，然后按键也都会跟你讲。对，那就是如果你当到龙的话，你再自己看。哎呀，龙也可以把屠龙者咬死。对，然后屠龙者要按按钮的方式，我没记错是瞄准，然后按滑鼠左键这样子。要对准准心，很准。对，很难准。了解不？了解。玩一次就知道啦。好，走吧。反正我不要当到龙都没事啊。我觉得那谁啊？你谁啊？你就当到龙。我觉得你知道乌鸦嘴是一件对，没有。那你不要当到龙就没事啊。哎，我突然想到哲平在玩这个游戏，我们有一款游戏不能玩哎。没关系，那款游戏就只有团团会爽而已啊。没有没有没有，那款游戏今天不会玩啊。那款今天不会玩。我们长这小不溜丢的就应该不是屠龙者对不对？那个他是陨月。哎，那个哲平过来看，陨月后面背后那个蓝蓝的按钮，就是我们要按的。是他吗？对，我们要按。对，我们按那个蓝色按钮。对对对。哎，团团你长好追哦。什么啦？你也是跟我长得一样啊？不会长这样，每个都长得很衰，好。对啊，这应该要打战术吧？谁偷偷后面偷偷来啊？我就迷路了，你知道吗？就哎，这不是雨月的背吗？所以按一次就好了，是不是？对，按一次就死了。对，这个龙其实很脆弱，蛮脆弱。龙，繁星龙是不是？繁星龙，繁星龙会在哪里出现呢？不知道，不一定。那我要先躲起来。欸，这龙真的超可爱，不知道可爱什么的。对啊，他这个游戏整个就是很可爱。啊，小雨被咬了，被咬死了！你居然咬我妹妹！快点，屠龙替我妹妹报仇！为什么我觉得繁星有点安静啊？啊！我怕你又没有麦啊！想从后面来，这个是谁？小调皮！我只是从下水道走出来而已。不是啊！哦，然后空白键可以跳哦，空白键可以跳。哎，是我们四个。啊！干啦！干啦！水水水哦！哇，我都没烧到人，还是没烧到龙哎。怎么又是我啊？陨月龙啊，陨月龙，又是我。你最近都在屠龙，还有你当龙，你不是被咬死就当龙哎，真可怜。对啊，不是被咬死就当龙。刚刚是有人干什么？来，一起下水道。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没有，咬死这个，再咬死，干什么？干什么？不要了。啊，雨月，雨月这里，雨月这里，这里，啊，好，这里，好，这里，哎，不要，不要，不要，哎呦，哎，我看到，
哇塞！看到了，这是魔物猎人的哎、欸。对啊，往石头上打。哇，是团龙啊！来啦！哎、欸，团龙来了，看到了，在那边。团龙。团龙啊！哪里？我会飞，我会飞。团龙在飞。我、哦、看到，看到了，好。好怎样？好大只，很胖，是不是？哎、欸，团龙，等一下啊，等一下，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痛啊！这是谁？这是谁 ？Peace！ 左边那是谁？左边那是谁？左边在哪里？我在哪里？我在哪里？哎，各位，下水道，下水道。耶、yeah, ，凶爸爸！哎哎哎哎！你好，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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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哎、欸欸，不要啦！不要！这是灵活团。靠呀！我走下去了啦！哎、欸，你掉下去了！啊！想点杰克！哎哎哎！哎、欸，等一下，这个东西是蓝色的小鸟，啊、它可以拿来丢龙。泽平，啊，地图上会有个蓝色的小鸟，蓝色的鸟。哎、欸，不要啦！他笑得超讨厌的、欸。我们死掉会变成幽灵，好可爱啊、喔！对啊，他幽灵，我要干扰。鸟死了啦！鸟被咬死了，我鸟把鸟我把鸟吃掉了，我把鸟吃掉了，鸟吃掉了，我会拉肚子啊，那各位拉肚子，发过豆奶不能乱喝吗？哎呦，哎呦，不要了，喝豆奶然后会发口臭、啊，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不要啦，我骑成他了。骑车，骑车，骑车，小雨啊！骑车失败了，骑车失败。你小雨在喝酒杯耶、欸、为什么卡住了喝酒啊哇卡住了我看其他人没在喝酒我看没有好厉害哦团团龙很猛的团团是都很会玩这种奇怪游戏、啊、哪有这种奇怪游戏这名就很可爱都特会玩这种奇怪游戏、啊、来我们去找小龙小龙小龙是谁小龙、哦、小雨龙是不是我的地下室地地地地地地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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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哎泽平我跟你敬礼右键，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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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键。哎，哎哎哎，你后面的，阿里不打。走走走走，去找那小龙。跑啦！啊啊！不要！他咬过，他咬过了。哎，老妹，老妹，你看，你看哦，你看。哎，看不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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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到了。好，看到你了。你刚才叫我吗？龙一只就够了，好吗？好可爱哦、喔，阿里不大，太多人啦！喵哈龙，喵哈龙！哎哎，雨月，雨月啊！你看啊，喂，在哪里？对啊，喂，嗨，这里，阿里不大，阿里不大，嗨，雨月怎么不动啊？你在干嘛？没有卡住，卡住，卡住，没事，卡住。好啊，龙躲在哪里啊？对啊，喵哈龙哎。喵龙刚好不讲话、啊，他一定在偷偷做坏事。下水道啦，快下来呀、啊！躲在角落啦，这个坏人。我来了，你干嘛躲那里啦？可以啦。你不要那么……哎、欸，你这很像那种无家可归的小狗狗、小猫猫、欸。哎，缩在这边，小角落里，就是下水道的鳄鱼、欸。哎、啊，不不不不，喵哈喵哈喵，你看啊，啊啊阿里不达。不要那么凶嘛！凶哎、欸，这样怎么按呢、啊？这是霸凌现场啊！这不是游戏玩法好不好？阿力不打，霸凌他！我出来就完蛋了！哎、欸，他进来了，来了，他进来喽！哎、欸，哈哈，机会玩就不用交了。哎、欸，杰克史泰龙，杰克史泰龙，是杰克史泰龙。好久好久没用了，大家大家好好。哎、欸，所以可以拿箱子吗？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你可以试试看。哎、欸，杰克史泰龙来了，他来了来了来了。杰克史泰龙在哪里？哎、欸、哎，什么？有点怪了。他我看到哎、欸，龙继续飘向北方了。继续飘了，继续飘了，继续飘，会不会有人根本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听不懂就不记录咋个？哎呀，听不懂你这个就是不够、啊、不够中追随度的啊。欸、对啊，繁星繁星，看不到多啊，不看你啊。设定一下灵敏度好高哦。阿雷，哎啊，哇，可以敬礼耶！我也回礼呀、啊。要吗？嘴巴回礼，回礼。死掉了，太令我难过了。嗨，我们是小幽灵。
哎哎，你看到我？你不是顶起来？我骑车。哎，干杯！干杯！成功了吗？是啊，骑车。干杯！啊！直接我们还看得到幽灵，哎，又有一个幽灵了。哎，哎，欢迎欢迎加入我们，干杯！干杯！干杯！耶！哎、欸，我们按上续斧头，我们会飘哎、欸，好可爱。对啊，会飘。Yeah. 我看一下哦、喔，现在其他人都躲起来啊。没有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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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什么叫隔岸观火？没有，你要当，你当幽灵观火啊。我要当幽灵，要当幽灵、嗯，当幽灵观火不错。不要啦，不要啦，他去上。啊！哎呀！啊啊！我拿错。哎、欸，杰克，你拿，你拿！啊啊！不要！哎呀！哇！哇！没丢到！哎呀！把鸟吃掉了！哎呀！我到手上都掉了，可惜可惜，鸟吃掉，鸟吃掉！又被吼了，又被吼了！哎，他那个吼是四面八方都会被，对，就靠近他一整圈。对对对！哇！没有鸟，尴尬喽！尴尬尴尬尴尬喽！剩几个啊？三个了，三个。哎哎哎！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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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刚好跑步没，哎、欸，你知道死掉的瞬间看到一堆幽幽灵在喝酒，超好笑。喝酒，喝起来。哎、欸，泽平龙啊，是泽龙哎。哎、欸，先让你熟悉一点。他、哦，右键是那个，右键是叫，左键是摇。啊，椅椅、啊、那个 R 是摇尾巴，嗯，然后空白键可以，空白键狂按可以飞。对对对，原来是空白键。你有体力哦，有体力。嗯，好了好了，可以可以可以霸凌，可以霸凌了，可以霸凌了吗？霸凌了，该讲的讲完了。我也要压，我已经冲啊！冲啊！我哇，是在他身上、欸，点到了。哎、欸，为什么我吼完就不能动了？好呀，你有 CD， 还有 CD 时间啊？太快了吧，我。对啊，有那个 CD 时间，对。太快了吧！哎、欸、哎，杰克史泰龙，会爆麦，没关系。太快了，杰克史泰龙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快到了，好快呀、啊！哎、欸，啊，奇怪，为什么靠近又有？哎、欸、哎、欸欸，太快了！我一个出其不意啊，哦、没关系，杰克，不是你一个不会玩，这边有两个。你两个不会玩，哎、欸，秒还有，我觉得他这里改成小小兵的 skin， 同样的位置，同样的位置，哇，有人的衣服是蓝色的，有人的衣服是蓝色，因为我杀三只龙，四个有，哇、啊，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这边了，偷偷来，哎，我赢了、欸，耶、yeah! ，哇，偷偷来，太亏了，小雨龙，小雨龙，小龙，小龙，小龙。哎，还有三回合，小恐龙出现啦！小恐龙，哎、欸，小恐龙死了，超快，快我没有力气跑了，因为他刚好在那个 地下道，然后他有人从上面跳踩他背，对啊，看到了，二楼楼上，楼上好，看到了，环龙又来了，哦。哎哎哎！直接被我踩死了！被踩死了！被踩死了！被踩人了！可以踩人了！可以啊！可以踩人了！被踩人了！哎 ，double kill！ 一箭双雕哎！为什么他自己衣服变色了？来嘛！不要！但是杀比较多人，颜色会变。对啊，你累了，打死人会白。